跟大家介绍一个我们 We Organic 里面玫瑰纯露花水。其实纯露花水是可以平常呢取代化妆水的这个步骤，紧致毛孔，还可以做到保湿补水，以及同时呢防止老化的功效。那它的使用方法很简单，也就是当你脸部清洁完之后，轻喷在脸上，你可以用家里面的一片化妆棉，然后直接呢将纯露喷在上面，直接在你肌肤特别干燥或者是需要加强急救的地方呢进行湿敷。通常我都会敷到10分钟。带家里面的小朋友到海边去玩，他们有时候会晒到整个背都看起来已经发红，甚至有一点点发痒，我就会立刻呢将这个喷在他们的肩膀上面。其实可以拿这个纯露花水当成呢发妆水来使用，如果你的发尾比较干，就可以拿来做一个补水保湿的动作哦。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体会到这一种纯净然后微小的美好。